的话，我们当然，我想问你们幸不幸福？幸福，幸福。我们服务使用者也是很幸福，有很多的老师还有主教的支持啊。我们今天跟我们振兴中学的同学分享，用爱打造明道家园。这本来我们有一个简介啊，但是我们看不到，改天我们学校可能会播放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普敏大师富有赤子之心哈，还有福音实践者一个普贤生哈，他愿意去负尽责任的传播福音，而且他对征信非常的用心哈，在执行度是一个表率。还有我们觉得我们的普敏大师富是一个谦卑的仆人，结合福音跟企业管理者，为什么？我们想89岁盖一个圣心教里面，100岁还不应盖成人重产养护中心，就是这个明道家园。他去世7年以后已经完成了，而且我们的振兴中学历任的校长、老师、同学传承的来帮助我们的明道家园才能够完成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用爱来打造的一个明道家园。在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同学上次有去看。他跟我们讲了，我不甘在这疲惫的屋子里，耶稣会让我们穷过日子。这个地方不是穷过日子哈，很对不起大家。他跟一个70岁的老人，100岁跟70岁道歉，真的不简单。这一句话，我们今天中午3点，耶稣受苦受难的时候会呈现出来哈，是马窦所记。这里面他电影当中，他竟然讲了这些话，到底我也没办法，求天使许可我在这里，所以我也在忍耐，寻求天使的意思，而不要跟随我，只随着我的意思。各位，今天要耶稣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之前，最后第二句话应该讲的是这样哈，我的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免去我这一杯吧。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照你的意思，很棒。他把日常的生活用在平常的，他生病的时候还是在寻求天主的意思。所以这是雷明远讲的话，你不要看我鼻子，也不要看我的蓝眼睛，他真的是前行政院长的，他讲的就是说普神翁是架带带弯的，他也见证了这场赛跑我已经打完，这场跑战我已打完，这场赛跑我跑到终点，这信仰我已经保持了。他真的身体力行，而且他跟这、就是我跟神父道总统接受勋章的时候，他跟总统讲的话，我很高兴能够生活在台湾这块美好的土地上，并且能在这里安息。对，真的，他是在这边去世了，也葬在我们的彰化的旧山。所以为什么不明道师兄在100岁还要呼吁盖明道家园？就是我呼吁我们这些重障的朋友。原来在8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上任的院长高修女院长，现在在立远高中当校长哦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无使用者的家长住在台南成大的嘉义病房，已经将近1年。我们的修女，我们的院长跟我们的工作伙伴去拜访，看看是他。握着他的手跟他讲说，放心吧，你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。对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们整个社会事业报告实际，我们圣马窦实验家庭机一起来提供不使用者的优质的团队医疗团队，我们更用尊重跟关怀的心来参与服务。对，这我们振兴中学来参与帮我们在家一次体育馆参加运动大会，我们的学生也来帮我们，在里面你看进场带着氧气筒，在台湾可能不多哦，但是我们秀女说，哎呀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说他们可能一辈子没办法参加运动，可以帮我们捐花票、捐款、捐物资。我们一直强调可以帮我们认养，对我们来讲更是非常重要。你可能只是省了一杯奶茶，但是如果要搬起30位600块就可以帮他们日常的用品，虽然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也希望你们如果家里有当老板的开店的话，有一些我们日常用品可以来帮助我们
哦，因为我们的主教员支持我们在嘉义市的那个村的比武商店，今年会运作，未来明年应该三楼、二楼有一个培训中心，如果你要到嘉义市去看看书，我们要在那里提供场地。最后，领导这样的团队，感谢正兴中学校长、老师一起帮忙，还有我们工作我们的学生一起帮我们哈。我们想我们吴宣德在打我比赛很用心很卖力，我们情人节化妆这么漂亮很愉快，所有的一切一切我们希望用专业跟热忱跟服务的态度，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，也感谢我们正兴中学今天给我们机会，我们也祝你们平安喜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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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班级确认两个人在那样，你随手不要的，还可以用的，可以都可以捐给领导家里面。